感知中国力量，军事纪实。对于生活在小平岛上的五岁男孩张大贤来说，他的记忆是从闪动的篝火、帐篷、异族情调的歌声和高大的战马开始的。1945年8月22号，伟大解放了。过两天呢，苏军呢就进驻我们的家乡小平岛。当时我五岁，开始是记不事了，不少当时那些镜头呢，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苏军进驻伟大，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很大的。听到这个苏军战士天天唱鳄鱼歌，去吃饭，去采访烟。就在张大贤看到苏联红军驻防大连的那一年，一个名叫萨莎的苏联少年登上了苏军太平洋舰队的货船，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出发，跟随父母来到旅顺口驻防。7天之后，萨莎来到旅顺，这一年他7岁。萨莎的少年时代和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萨莎和中国小伙伴们一起在街道上追逐嬉戏，跳绳、弹玻璃球、踢毽子、捉迷藏，是小朋友都喜欢的游戏。这些照片记录了萨莎全家1945年至1955年生活在旅顺的片段。10年中国的生活深深地影响着这个俄罗斯少年，在萨莎的心里，旅顺口永远是他的第二故乡。这是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纪录片《永远怀念苏军》。这部影片记录了那些感人的瞬间，大连的老百姓和苏联红军以及他们的家属在10年的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苏军和旅大人民一起在这块土地上栽下了千千万万棵树苗，人们把这未来的树林叫做中苏友谊林。在中苏合营企业，苏军专家帮助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掌握绘图、设计、焊接等技术。在广阔的农村和海岛上，苏军与当地农民、渔民友好相处，亲如一家。春耕时节，苏军拨出战马，帮助农民往地里送粪、耕地。秋收时，苏军官兵和农民一起收割庄稼。苏联红军解放大连后，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难得的战略契机。在这座城市里形成了极为奇妙的景观，苏联红军有条不紊地管理着城市，而中国共产党则开始着手建设这座城市。从1945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后的大连成为特殊的解放区。毫无疑问，大连这个根据地在东北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大连人民加班加点，为子弟兵提供了大量的后勤装备，包括棉衣、棉被、棉鞋、御寒装备。同时利用大连的一些重工业的工厂设备，为前线生产炮弹、子弹、手榴弹等一些轻武器。而苏联红军对于这座城市的迅速恢复生机与建设，则给予了无私的支持与帮助。时光匆匆，苏联红军在大连的日子即将结束。1954年国庆节前后，苏联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与我国政府举行了会谈，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中苏两国政府同意苏联军队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从旅顺口撤退。1955年4月15日，
中苏双方举行了正式交接签字仪式。4月16日零时以后，吕大地区一切防务由中方接管。自此，大连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1955年5月25日，大连举行有10万人参加的欢送苏军驻吕大地区领帅机关和部队回国大会。一个史无前例的欢送大会在大连市人民广场召开。我们在这部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中还找到了这样一个人物，因为中国少年严寿明的家境贫寒，他便被一个苏联妈妈收养。严寿明在马路尊蔡瓦的身边生活了8年，马路尊蔡瓦像爱护劳拉一样的爱护着他，为他的病痛担惊害怕过，为他的学习操心过，为他的成长高兴过。严寿明成为这个苏联军人家庭中的一员。摄制组找到了影片中的严寿明，今年他已经77岁了。如今老人生病住在医院，却执意要回到家中接受我们的采访。60多年过去了，严寿明从未和他们见过面，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苏联妈妈和他的兄弟姐妹。我的苏联妈妈，后边这个呢是我的大姐，叫那外了。这个呢是我的二姐，叫露莎。这个是我的哥哥，叫嘎里克。这个是我的妹妹，叫沃拉。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想见到我的苏联妈妈。为什么我这一生当中啊，我苏联妈妈对我照顾，从小到大。这7、8年里，对我身上花费了很非常辛苦。我现在非常感恩妈妈，我非常想念他们。我苏联妈妈要回国了，到了火车站以后啊，我这个妈妈搂着我，那时候我妈妈那个眼泪就一直就掉。我妹妹什么他们也掉眼泪，我爸爸也过来也搂着我，但是呢，我妈妈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啊。我这个心里非常难受。我在临走之前的最大的愿望，我想见到我剩下的妹妹，我能见到他们，我就满足了，我心里就踏实了。我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在年轻的时候，他经常在我面前提到苏联妈妈对他特别特别好，就是说对他比他自己的孩子要好到10倍。那现在呢，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和些他的姊妹啊见见面。母亲很可能是见不到了啊，这是最大的遗憾。但他经常哭，他想他的妈妈，我就是安慰他，我说你一定能够见到妈妈，我说有这么多同事在帮着你。他现在就是说，哪怕能得到一个回音，哎，知道他们的姊妹过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他也是个安慰。那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见到他们的姊妹。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了，摄制组含泪告别了这位老人。我们能理解，他是想报答苏联妈妈8年的养育之恩。苏联妈妈和那些兄弟姐妹的笑容永远定格在严寿明的心里。
1955年，萨莎跟随父母离开了中国，从此他和大连远隔千山万水。直到半个世纪后，他在莫斯科遇到了张大贤，他们一见如故。大连的小平岛、黄泥川、龙王塘，萨莎都很熟悉。萨莎十分渴望能回到他的第二故乡旅顺大连，但他经济上并不宽裕。张大贤说，我一定帮你了却这桩心愿。我们俩就握手一言为定，我说你明年来吧。我2006年岁末来大连，住在我家呢，住了28天。正是萨莎大连之情的28天，促成这两个老人用了长达9年的时光去完成一桩神圣使命。2014年8月2日，摄制组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在俄罗斯电视同行梅列金的帮助下，找到了萨莎所在的医院。萨莎由于病情危重，几次转科，摄制组终于在急救中心的走廊里见到了等待检查病情的萨莎。此时萨莎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但他还是认出了中国朋友张大贤。在那样一个瞬间，莫斯科医院中的空气几乎凝滞了。曾经过往的经历与情感是否能唤起他的回忆？时光荏苒，大连战火硝烟的日子早已不在，往事也渐渐随风远去，而中国与苏联各自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岁月波澜。但中国人民仍然铭记着苏联红军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创建的丰功伟绩，铭记着苏联和俄罗斯人民给予中华民族的最宝贵的支援。无论在中国的哈尔滨、沈阳、长春这样的省会城市，在牡丹江、绥芬河、东宁这样的中小城市，还是在虎头这样的小镇，各种形状、大小不一的苏联红军纪念碑随处可见。大连更是如此。1955年，苏联红军撤出旅大，为感谢并铭记苏联红军对中国的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在中国旅顺口建筑中苏友谊塔，胜利纪念塔、旅顺解放塔，在大连建筑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在金州建筑苏军烈士纪念塔。同时，为了纪念安葬在这里的苏军烈士和感谢苏联红军驻军10年保卫旅大地区和平的功绩，在苏军撤离前夕，旅大市政府与苏联烈士陵园中央修建了一座苏军烈士纪念碑。位于第一层塔基前面南北各一的苏军战士铜像，他们分别着陆军军服和海军军服，均脱帽垂手执旗持枪，行苏军的最高军礼跪拜礼。这是当时以2位士兵，海军水兵科斯金、陆军士兵帕夫连科为模特而塑造的。这里就是2010年修缮后的苏军烈士陵园。这座陵园是沙俄帝国舰队1897年12月开进旅顺港后，在旅顺四沟三里桥选择了一片荒芜的土地修建的沙俄公墓。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后，继续使用了这个公墓安葬死难的苏军官兵。后因面积不够用，
又在公墓东部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改称苏军烈士陵园。1955年，曾经在中国的旅顺生活了10年的萨沙，随身为苏联红军的父母返回祖国。不久，18岁的萨沙参军入伍，退役后，萨沙考入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毕业后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走遍了苏联大多数地方。退休后，他渴望能踏上第二故乡大连的土地。就在此时，来自中国大连的民间合唱团前来莫斯科演出的消息引起他的注意，于是他见到了张大贤。摄制组在莫斯科采访时找到了当时他们见面的一段影像。萨沙告诉张大贤说，他想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走走看看，而且有不少当年解放和驻守大连的苏联老兵也希望萨沙能替他们实现埋在心底的愿望，找到并祭奠牺牲在中国东北的战友们的墓地。萨沙说，老兵和他们的遗孀年龄都不小了，再不去恐怕我也力不从心了。2005年早春3月，期待已久的萨沙重返他的第二故乡。为了节省萨沙来中国的开支，张大贤邀请他住在自己家里。我是全天陪同他，我们全家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一样，他很感动。萨沙领着我到烈士墓，后来我们一起搞吊唁。后来呢，因为有萨沙，我们又认识了很多的苏军老战士，解放大连、解放东北老战士。每次呢，他们来的时候，萨沙基本也都跟着来，所以呢，也就给我创造了一个条件，我就有机会、有条件把老战士们一些这个业绩和他们的经历呢，用翻译成汉语，在大连晚报大连一报登载。接着，张大贤便带着萨沙前往苏联红军烈士陵园。这是萨沙多年以来就想做的事情，调查苏军墓地，并梳理核对埋葬在这里的烈士名录。2005年至2009年，他们先后多次往返苏军墓地，张大贤协助萨沙逐一核对埋葬在这里的烈士和苏军家属的名单。他们穿梭在布满荆棘的灌木丛里，手被刺出血，衣服被划破，竟浑然不知。最后，萨沙在张大贤和中国朋友们的帮助下，将1300多座苏军烈士墓碑的碑文全部抄完。萨沙和张大贤、张小泉初步厘清了苏军烈士陵园的概况。这里共有苏联红军墓1323座，安葬2030人。其中军人1408名，另外还有苏军家属墓622座，他们大多是1920年前后出生的，离去时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告别了祖国，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亲人，置生死于不顾，毅然奔赴异国他乡的战场。萨沙此行收获颇丰，在张大贤的帮助下，他踏访了旅顺、荆州，瞻仰了苏军墓地，完成了他多年的心愿，也完成了另一位老人60年的心愿。在旅顺苏军墓1000余座墓碑里，找到了一个带有战斗机标志的墓碑，特洛伊茨基·伊格尔·伊里奇1924至1952。萨沙知道这是苏联墓葬的一种习俗，在墓碑上塑造墓主人的职业符号。在大连苏军烈士陵园，带有飞机标志的墓碑多得惊人，而检索大连历史，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空战。那么这些长眠在这里的苏联飞行员
曾经历了怎样尘封的铁血往事呢？